超强。福尔马巴德就要，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要来比第二届克肉食锅大胃王明星赛。去年他们在台中有举办第一届，当时非常感谢吃饭兄弟爱丽丝邀请刚入行的我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很开心我们在去年拿下了第二名。那所以今年的比赛我当然也不能错过啦，而且他们赛制的难度可以说是升级到两倍，真的是魔王等级的。分为初选跟决赛，从初选筛选出来之后才能晋级决赛。双人挑战赛挑战内容为限时一个小时，要吃完3公斤的肉瀑布、800克副餐、1500克大菜盘跟1500克火锅料。未料理前总重是6.8公斤，相比去年多了1.2公斤。那这次的奖金，第一名有高达50000元，超多的。这次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上一次去泰国参加国际快食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大胃王朋友。嗨，嗨。Hello, my name is Ekun For, 一个 Ekun Chang Yao。那他在泰国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我们一定可以拿下好成绩的。希望今天呢，我们可以超越自我。白令，我现在其实非常紧张，昨天整晚没睡，但是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全力以赴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挑战吧。在出发之前，大家可以先帮我影片按个赞，集气集起来，走吧 ，Let's go。店内的用餐座位区及自助吧都非常的宽敞及舒适，装酱料也比较不会人挤人。葡萄汁超好喝的，冷饮、热饮、冰品的选项也非常多样化。Passport number。今天一起加油！加油！加油！有什么战略吗？没有啊，但不能讲。尽力就好，我也是尽力就好。祝你们加油，一起加油，一起加油！超强的小林跟爱丽丝，我们去年是一组吗？各有各有。没有，但我们关系还是很好。没有特别做练习，我们有练习一次。好，没有，只有练习一次，接下来是 OP 成全。我们有吃到那个量，那大概吃多久？秘密，加油加油加油！他的队友找队员超强，很女神。第三组是你们，好，第四组是暴食大队。欢迎大家好，我是泡芙。你看，这位是我从泰国邀请来的超强大胃王朋友。一个一空乘有方开源。肉熟度的部分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因为我们都喜欢吃3到5分熟的。我来看一下，这边都是你们点菜的。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他们的下肉不是一片一片。等一下，他有在煮吗？他哪会有煮？他是直接丢进去的。这时候我已经快把肉下完了。第二组还在一个煮肉的阶段，然后他们菜是直接丢进去。接着需要轻轻的搅拌火锅肉片，让他们可以均匀受热。这时候肉差不多就可以起锅了，
那我们吃这个熟度其实还有一个考量，就是如果再煮久一点，可能会稍微变得干柴，就会比较难维持非常快速的进食模式。目前时间经过一分钟，各位小慧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先攻肉。这时候呢 ，X 控是边吃边煮，同时进行。因为我发现 X 控好像煮的比较慢，所以请他可以先吃我这边已经煮好的火锅肉片。目前比赛时间经过两分钟。这时候我正在边吃边观察前面两锅煮食材的状况。整计花费了两分半钟，把我这边的肉瀑布煮完。接着我们来煮蔬菜，也是直接一大把全下。煮蔬菜的同时，边把高汤加满。我真心觉得，刚才比赛应该大概20分钟，放完两锅的食材，继续回来吃肉。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胖子姐姐，我们最美丽的胖子姐姐。现在时间经过4分钟，很震撼的，那个豆腐这边也是进步蛮快的哦。现在 X 控正在打捞大量的火锅肉片。开始狂下火锅料。他们的肉已经剩下，他们的肉已经剩下在锅子里了。胖虎姐姐，我看你这个今天胜算在握喽，因为他们这个速度有一点拼上来了。刚刚他们的那个菜盘以及火锅料也消灭大概一半。这个速度是看起来目前是最快的。目前看起来是最快。因为蔬菜刚煮完非常烫口，所以我先加入主办方提供的冰块水来做降温，再进行食用。目前时间经过6分钟，我把剩下的食材也加入 X 控的火锅里进行煮熟的动作。现在大约剩下1/5的火锅料还没煮。时间来到7分钟。吃的最优雅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泡芙姐姐了。泡芙姐姐是一边吃还一边笑。对对对，那个表情管理掉的。都要帮我们加那个汤头。
时间经过八分钟，我们已经把所有食材下锅了。泡芙昨天没睡，为什么？我觉得一般不能大胃王午餐的前一天是会吃东西的。前一天不吃东西不会吧？他们应该都正常吃啊。继续把煮好的青菜夹起来。接着我们来捞火锅料。目前时间经过十分钟。我们终于快要把所有火锅料打捞完了。我们来一口柠檬红茶解烫。因为刚煮完的蔬菜真的太烫了，我们先加入冷水让它冲凉。那目前呢，食材都已经煮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努力克服这个烫感，全速狂吃。时间现在过去13分钟，那这家客肉石锅的火锅料，我觉得它的口感跟新鲜度都保持得不错，不像是在冷冻库冰很久的那种，所以算是蛮好吃的。店家蛮贴心的，提供给大胃王挑战的火锅料非常多样化，让大家在挑战的同时也能品尝到丰富的味道及口感。泡芙姐姐，泡芙姐姐加油加油加油！目前时间来到14分钟，我们还有一些火锅料和800克副餐需要继续努力。现在蔬菜和火锅料差不多都已经放凉了，所以吃的速度可以加快了。打捞我的小火锅里最后的火锅料，时间经过15分钟。泡芙决定要把饭先割掉了。啊，同一个。不是，你看一下泡芙的嘴巴是小小的，牙是小小的，樱桃小口啊。
胖虎，我们今天又是第二名。但我们是真的又优雅又漂亮又快又多，没错。到时候你要看影片啊，他们吃起来很恐怖啊！泰国加油啊！我们虽然慢了他一点点，慢了他一两碗而已啊，但是我们很优雅，他们那边很狂野啊，非常狂野。他们的团队阵容又大，吃法又狂野，没关系啊，在我们心目当中，你还是最棒的哦！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们掌声！18分06秒，我们第二组完成了。现在是要休息还是要上海鲜？先来帮张宇哥加油，把车拉出来。欢迎他们，掌声。那那个最后的那四碗饭全部都是胖姐姐一个人把它消灭掉，真的啦，大家真的要平心而论啊，你吃四碗饭看看，吃完这么多东西再弄四碗饭了，其实因为还好他听不懂中文啊，不然我就要骂人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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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零安家之子之力，谢谢。是我们的第七。那种感觉就是爆发力太强了，没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么长进？还蛮饱的，我觉得我只吃三分之一，就像当初我靠你得第二名一样。没有啊，大家都邀请泰国的，对啊，新加坡的，明年搞不好会有美国的，美国茉莉要来。加油！完美的结束。你们也超强的。一般人应该也玩死不了。怎么好像没什么改变的？只能说强。这代表不是姐姐。啊，那我们比完这个第二届科洛石锅大胃王明星赛啦，非常感谢来现场帮我加油的每个人，还有在网路上帮我们集气的各位。真的非常感动，那这次很抱歉让所有支持我们的人失望了，虽然目前远远追不上第一名的车尾灯，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感谢各位，谢谢 XHOME 愿意接受我的邀请来台湾参与这场比赛，也非常感谢科洛石锅每年这么用心的准备大胃王比赛，让所有大胃王可以在这场比赛齐聚一堂。那这次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它的量没有到很大，难得主要在于每一位选手煮肉跟煮菜的手速，还有所有选手口腔及食道耐热的程度，之前其实有事先预演过吃一次一模一样的挑战内容，但是我只能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再加油。那我原本是邀请 X 来台湾就赌一把，我们一定会第一名，那现在第二名的话，非常感谢科洛石锅奖金还是蛮高的，多少还是可以补贴到一点的机票住宿跟餐费，那再次感谢科洛石锅。 Thank you very much in top for inviting me here。 他说他很高兴来到这里并跟我一起参与这场挑战。台湾一个 first time in all company can go back Taiwan again。 好，那很开心今天的比赛圆满结束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喜欢的话可以再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也可以去看看他的频道。好，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我是大宝宝，我是中宝宝。